湾，然后我是那个 GDD 这个 chat 下午的主持人，那个 HC。那第一场因为那个主讲的人课前来了，我取消，我们这还是假设是。对，然后我要自己负责讲第一场，没有，是因为讲第一场，所以没有人想要主持，所以就帮忙主持。好，那今天要讲就是谈 open source 取经的媒体经营模式，然后我的中文名词叫简信长，那在社群上就是 LHC。好，那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在2013年开始就是进入 open source 的问题，其实更早一点点。但2013年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，是开始办 conference。那2013年办的是PHP Python Party，第一次试学问，所以就是拉了很多程序员进来，然后办了一个混杂型的研讨会。那后来因为自己那时候主要在写 Perl， 所以在2004年跟2005年就办的Perl Conference 在台湾。那到2006年，大家可能需要知道，其实大家应该不知道，因为大家年纪太轻了。对，最开始办的是 DC， 就是 Open Source Developer Conference。那对，就是刚讲的，就 Open Source Developer Conference， 就是因为之前的人数都太少，所以我们就干脆把所有 Open Source 东西都纳进来，希望人数可以多一点这样子。好，那就办了快10年，对。然后一直办到2014年，那一年因为办了距离3米的第一次，就觉得一年办两个 conference 太累，后来就决定开始不办 conference。好，然后2005年开始我是在雅虎工作，那雅虎已经不存在了，对，所以我也离开了。好，这个冷笑话，大家知道。对不起，我道歉。好，然后2015年就去了报奥者，这边有多少人有没有听过报奥者？可以举一下。哦，还是有。好，因为那是媒体圈的事情，所以这边是宅圈比较不一样。好，报奥者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媒体，对，然后2015年。那因为那时候认识里面的摄影，然后他们就说想要找工程师帮忙做网站的部分，所以问我有没有兴趣过去。那那时候因为想要从雅虎离开，就说过去。前面有很多位置，后面的都可以。但如果等下想要跑的话，从后面比较方便，所以可以继续站。好，然后我在保者待整整一年，然后2016年就到进团年。那最下面这一行看有点不太懂，就是对，就是我2016年到进传媒，然后去年年初吧，去年年初，所以那2018年4月的时候，我开始在进这个直播，对，好，我开始在进里面做一个内部的有点像是内部创业的小实验，然后就成立了一个网站叫做 Reader。那一直到目前为止都还在。好，那刚刚说这边是啊？为什么 flag？ 好，到现在。好，然后对，就是因为刚刚讲这边是宅圈嘛，所以要先有一下心语。对，就是这个主题基本上跟技术完全没有关系。好，然后因为我们要讲媒体，所以这个主题就会充满了植入性广告。又是地狱更好，这些好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会，我等一下会尝试提一些想象，然后这些想象都还没有经过实验证实，所以这边底下如果有媒体的朋友的话，就是请不要任意尝试。好，那给各位30秒，如果要逃离的话，现在还有时间。好，所以结语结束之后就是要制度性营销。所以这个是就刚提到的，就是我现在做的网站叫做 Reader， 然后最上面就是目前最新的一个专题，就是我们在做一个2020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的40x2计划。
对，当然会需要大量的志工，就是所以底下还没有逃走的各位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参加服饰岗杂志。好，可以记一下网址。那先讲一下就是现在媒体的现况。那推荐大家可以看这本书，是黄哲斌写的，是新闻不死的文创。前面还有位置，就是如果你确定没有要逃离的话，就是可以到前面稍微坐。好，就是我2015年就刚提到，我2015年就是从网络圈、科技圈，对，虽然不是新贵，但转入了一个更惨的，就是当初大家都觉得就是媒体变得惨了，就是要进入媒体的这个状况。那就是大概这3-4年。看到一些目前媒体的现况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，原来媒体包含纸本，包含各种电视啊、广播啊、网络啊各种媒体，其实仰赖最大部分的还是广告的收入。那现在广告收入线上的话，大概绝大多数已经是被 Google 跟 Facebook 瓜分掉了。所以，大家如果可以去看，就是，好像有一些研究报告有揭露那个网络广告的现况。那，基本上在媒体拿到的钱是这样少的。然后，在媒体基本上就是很多还是靠联播，那联播网就是它还是算可以，然后 CTR、CPR 之类的。那所以那个钱其实非常少。所以，简单讲一句就是只有一个产值啦，对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状况，所以现在很多媒体就是开始开拓各种收入来源。那刚刚提到就是，广告当然是最主要的，所以各种传统或者是网络媒体，他们其实最凭借的非常大的，收入来源是广告。那广告就还包含就是大家看到非常明显，它就是广告的广告，跟看起来好像有点像广告的广告，跟另外一些看起来很像新闻的广告，但他们可能都是广告。就是大家常常会抱怨，但不一定可以认得出来的植入性行销，那是一个广告。对，那买主是谁？当然就是各式各样，就是最近很红的，当然也许昌家可以讲到。然后有一些媒体就开始办课程，比如说科技媒体就会办 conference 啊，比如说 IT Home 啊，然后比如说科技媒体就会办跟技术相关的论坛或者是课程，然后像经理人啊或其他财经媒体，他可能就会办一些如何成为好的经理的这种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的课程，都是有直播嘛的啊，对大家非常有帮助。如果想要更清楚一些的话，课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。然后另外就是办活动，就是如果大家常会看到就是有。比如说，有什么展览啊，就是画家，然后你可以看那个主办单位，很多就是，看起来名称非常熟悉的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比如说，《中国时报》或者旗下会有专门办活动公司，联合报纸。那活动其实包含接活动或办活动，都是很多媒体，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标案。这样可能大家就比较不会去注意，但是很多政府标案其实就是一些期刊或者是宣传文宣，那很多就是由媒体各家媒体去标这些案子，所以基本上就是政府也付了蛮多钱在支持。对这些媒体的传播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，那比较零散的就在这边讲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
为了活下去，跟媒体也想尽各种办法，就是有开拓各种的收入来源。所以呢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就是有各种收入嘛。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两个消息，一个是好消息，一个是坏消息。大家想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坏消息。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说坏消息，但我要先说好消息。好消息呢，就是大家以后不用担心，就是不会有内容匮乏的这件事情。就是虽然前面听起来好像媒体非常惨，但是好消息是，不管再怎么惨，你们还是可以看到内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媒体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管道，所以就算赔钱，还是会有人可以拿钱出来看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那是一个行销的手段。对，那对于什么样子的人会拿钱呢？那大家可以自己想象，我们因为有直播就不在这边讲了，对，或者是大家推给美女餐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就刚讲，我们会有一个坏消息。那坏消息是什么呢？坏消息就是大家也许以后对于媒体的自主权就越来越低了。对，就是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内容，也许慢慢的就掌控度越来越差。对，那这个是大家比较要小心的部分。好，所以好消息跟坏消息讲完的话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，那媒体收费到底可行还是可以不行？有点绕，就是我们到底可以收费这件事情是可以赚得起来的吗？或者是我们反过来说，我们到底可不可以不收费，然后来赚这些媒体？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思考。就是如果根据刚的好消息跟坏消息的话，就是大家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考虑这些问题。那台湾其实已经有一些媒体，其中包括港媒啦，那因为这个港媒就是据说台湾读者比香港多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比。但这些媒体其实是已经开始在收费的。然后科技导读大家可能要没那么熟悉，所以最不安全。好，端就是大家会说优质媒体，然后他们大概是在两年多这样子，就是两三年前，就是因为广告被我们的邻居收手，所以他们就是有点活不下去，就开始募资，然后来就开始从募资转为收费的机制。然后应该是上礼拜吧，就是端其实有发信给会员，那就是目前看起来他们收费还算很健全的。不过各位要考虑的另外一件事就是，端其实是算是小规模的在 run 这个媒体的形式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大家要想象一下，就是端看起来文章产量还不少，但他们其实在台湾的记者并不多。前阵子应该是只有两个，那最近也有五个。然后天下杂志就是刚看到的那个收费墙的，就是天下现在做收费墙。那他们应该是去年吧开始就是做收费墙的部分，看来是算台湾蛮早期开始做 paywall 的媒体之一。然后最近比较红的应该是大家比较熟的苹果日报。那苹果日报收费就是它是9月1号才开始正式收费，那之前是算 dry run， 就是一个月收10块。然后我上网试着找了一下资料，但没有非常确切的数据。但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是就是一传媒进的就是出来的，所以有稍微打听了一下，然后没有经过证实的数据是，就是他们在收十块之前应该是台湾啊，就是300多万的会员，然后转换率其实不高，所以收十块之后应该是剩下不到20万的样子。对，那接下来要收120块一个月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。然后
就提这几个例子，其中苹果跟端是非常极端的例子。苹果的人数是多的，就它我没有实际去确认那个数字，但我猜它一个月应该是需要上千万的司机是跑不掉的，对。所以他们之前其实有裁掉一大批人，对。所以同样是收费强，但端它可能是小规模 run， 它是可以 run 起来。那苹果现在我们还要观察，就是可以算一下，它如果假设一个月需要大概1000万的话，那大概需要120块就需要 run 的，然后再算一下。好，那现在大部分在做付费，就是 Paywall 的部分。那 Paywall 就很多，比如说像天下或者是New York Times，它就是一个月给你多少货达，就是10篇或5篇，然后你超过的话就会锁在墙外，就不能看。那另外就是像端的话，它是你只要不付钱，基本上都是不能看，除非他有觉得就是媒体本身觉得这个是有公众利益好玩的，他就会开放在墙。所以这个是比较两种不一样的模式。可是呢，就刚刚提到，就是黄泽斌那本书有提到，就是端在收费前跟收费后，它其实整个流量是掉一半的。然后我们其实算过，端的转换率是高的，就是所谓转换率，就是它实际上原来的会员，然后转成付费会员，它转换率算是高的，应该有到5到10。就是 percent， 然后像比如说像刚刚苹果的话，应该就是相对于比较低一点。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，就会有一个状况，就是当你开始付钱的时候，那你的 TA 就会锁定在某一群人嘛，这个是非常可以肯定的。对，那影响力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，就是扣掉科技导读比较。就是比较 TA 量准那群人之外，那其他的三家媒体，也许他们 TA 有一些不一样，但是他们必须去抢的就是一般的 user 愿意一个月花多少钱去做订阅的事情，因为接下来不会只有这三家，接下来只要其他媒体开始活不下去的话，他们要想办法收钱嘛。那你要花多少钱去订这些东西？不要用媒体去算啊。比如说，什么 KKTV、Netflix， 你一个月可以花多少钱？接下来还有迪士尼、HBO， 那你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去订这些东西？对啊，然后大家还愿意比较愿意花钱去看那个 Netflix， 但有多少人愿意花钱去看媒体的报道？所以抢前两名是，我不知道是保守啊，但是大概是，如果你没有做到前两名的话，你要抢到其他人的生意就会越来越难，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困境。好，然后我最近一直想要去读新闻所，对，看一下，就是，对，就是因为当我们在讨论媒体需要收钱，然后比如说刚提到端的 user 掉了一半，然后。user 又更低的话，但是传统新闻学跟我们讲的就是新闻的公共性，就是那这个东西去哪里了？所以以后是不是只有有钱的人可以看新闻？那学生可能连吃便当都有困难，那我们要怎么去看？我们只能看那些免钱会给我们的东西吗？这是一个可以被考虑的问题。好，所以刚讲那么久，通常讲就是那，所以观众们说有什么事呢？就是在最后10分钟，我终于要进入主题。好，对，观众们说有什么事呢？因为我想要在这里讲，所以我只好把它牵扯上一点关系。是，因为我其实我刚提到，我从2003年开始推广观众们说，所以我现在其实整个想法上，包含我去报纸，然后我就是。现在包着整个网站跟进的整个网站其实都是 open source， 然后包着的内容其实是 CC 授权的。好，因为只剩10分钟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回到2003年，就是当我开始在办这些
open source conference 开始推广 open source 的时候，大家就质疑说，所以你 source 都开放了，那你大家靠什么赚钱？所以open source business model 到底是什么？然后对啊，那 open source 到底是利他还是利己？就是大家都可以用的，然后做的人没有好像赚不到钱。那这些事情都就是经过了十多年，好像有不少人就是用 open source 赚到钱，或者是有不少赚钱的公司，他们也愿意把自己的东西 open source。就这里面到底有什么，就是可以让我现在的这个产业，就是媒体圈有什么可以借鉴的？就是我希望保持它的公共性，就是很多人都可以看到，或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看到。然后我又希望不要用那么免费的形式，或者是至少我可以用某种形式获利。那从open source可以借一些经验到媒体来看。好，然后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，如果大家有关系 open source 的话，那应该会知道一个就是 Apache Foundation，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基金会，然后里面 host 非常多基本的或者是基本需求的 project， 包含前几年，比如说你要做 map reduce 的话，肚子基本上是在 Apache 里面。那然后你去看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基金会，所以它有很多会员，然后它接受很多捐款。那你会看到很多捐款的大户都是非常大的，包括 Facebook， 包括雅虎早期，还有最近不确定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那个 Foundation 的赞助者。那就我在台湾的媒体事情，我发现台湾的媒体，对于技术的能力比较没有那么好，就是然后工程师又不愿意去媒体圈工作，除了一些白痴啊，然后骂到自己，这不算地狱的，都骂自己。开自己的课可以。好，那有没有办法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做这些事情？就是我们让媒体的技术门槛降低，然后我们有一个基金会，就是它可能是非营利组织，但是它可以有资金的赞助，包括小的赞助，包括企业赞助，然后。就是企业如果找不到人，然后如果愿意花钱再做一些技术层面投资的话，可以这样做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可行的方式。不过前阵子发生了一个就是反面的例子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了一个新闻，就是这好像是什么传子传播公司之类的，然后他们成立了24个网站。对，那我其实稍微去看一下，就是全部都是 WordPress 架的嘛，然后猜想可能 database 还是同一个，对，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那个基础建设，然后直接就是站下去，然后都来放的讯息。那希望那个如果我们有机会成立基金会的话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好，那付费的方式就是。我现在在想一些可能性，就是，如果 paywall 就是月费难度会越来越高的话，那可能是用单篇付费的方式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可能的做法。但是如果付费才看的话，又回到我们刚刚讲，就是媒体的大众公共性跟怎么接触到大众的这件事情，又有点相违背。所以我们在想，有没有可能就是有点像是你在 open source 做功能开发，然后如果你有一个功能，就是你希望让开发者可以提高他的 priority 的话，你就可以付钱做。那新闻有没有可能用类似的方式？所以当我定每一篇文章有一个价格，比如说这篇文章的成本是3万块。那也许我们收到3万块之后，我们就把它 public 到给所有人都可以看，所以你如果觉得这篇文章你觉得非常重要，然后你就可以多付一点钱，让更多人可以看。就是文章的公共程度或者是
你觉得这篇文章这些多重要，要给更多人看，那就是 depends on 就是你愿意付多少钱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也许不是就不是做 pay， 或者是做 pay gain， 就是我只要付了到某一个程度的钱，然后那一个门就会自动打开，那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样子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目前都一直还在就是一直也在进行中，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使用者贡献。然后就是贡献当然有很多种，比如说刚最开始提到就是现在做事查核嘛，所以就是各位可以上去打逐字稿，那以后也许打逐字稿这件事情就可以成为邮件了。所以成为一个就是也许就可以累积一定的字数，你就可以达到，比如说你有50块，然后以后你就可以拿这50块来付钱，付阅读的钱，就是刚 pay gain 的钱这样子。所以各种行为，也许就是你可以参与新闻制作中，但参与的过程里面又可以转换成就是付费的钱这样子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其实在使用者贡献之后，包含资料包含 code， 那这些东西都会开放，所以比如说大家就不用担心来打逐字稿之后那些资料是会被锁起来，不会，就是逐字稿基本上都会是 CC 开放出去。那我们所有做的报道就是我们会做非常多的资料新闻，那这些资料基本上也会在跟着报道出来，其实也是让读者可以去参与，然后增加信任感。所以，就是最后扣了一句话给大家参考：值得信赖的媒体是民主的免疫系统。所以，如果就是想买芒果干的话，就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。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像使用者贡献这一块的话，跟维基百科在实际操作上，你觉得差异？第一个是我们这边的参与基本上比较不会涉及到内容问题。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，比如说，比如说你现在上维基百科，你可以随便编一个叫做 HC 的 Wiki page， 但是我没有办法知道那个是真的。可是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会让 user 去 contribute， 包含比如说政治现金的每一个格子的数值，或者是你可以打逐字稿，然后但这些其实都不会直接转化成报道的内容，所以我们中间还是会有就是所谓的媒体把关的部分。对，好，如果就是进后 reader 会不会考虑付费的方式？进我不知道，对，短期进可能不会，但 reader 短期就会。其实现在已经有付费的系统，然后所以你可以赞助。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就会把刚刚的一些想象，可能会有一些落实在 reader 上面。所以reader 基本上就是我在进做的一个媒体实验这样子，所以非常快就会开始要收钱了。好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请下一位，应该是。